望大家可以协助我，将我们的红点发扬壮大。小凤，我还是找出真相。非常感谢各位董事对我的信任和支持。我会和他一起走。明白。这样看上去，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至少要经历三次重大的考验。我知道谢妍喜欢你，但是我真的很害怕失去你，我不能再……岳飞，你这个混蛋！我是希望在红鼎集团安插一个信得过的人。红鼎出事了。什么？你记住，凡事还有我。如果每天都能吃你给我做的这么好吃的东西的话，那多好啊。只要你需要我，天涯海角我都会帮你的。